高耸矗立的吉隆坡塔是吉隆坡的地标和象征性建筑，每年都有不少游客慕名而来。为了持续吸引更多游客，当局将会推出不同的旅游配套，为游客提供各种服务。根据统计，截至2017年，吉隆坡塔一共迎来了大约1650万名游客，其中以中国、印度和澳洲的游客居多。吉隆坡塔首席执行员道德罗斯兰透露，当局将推出各种以文化、冒险和大自然为主题的旅游配套，并且和国外媒体合作推广吉隆坡塔。Kunjungan jumlah pelancong akan meningkat sebab harga yang ditawarkan akan berkurangan. Jadi kita rasa kita anggarkan pelancong dari luar negara dan dalam negara sendiri akan meningkat.罗斯兰指出，未来当局也将和航空公司合作，推出机票和前往吉隆坡塔交通配套，为国外游客提供便利。吉隆坡塔高421米，是东南亚最高的电讯塔之一，而吉隆坡塔也是俯瞰吉隆坡景色的最佳地点。